九二大地震造成全台湾的大灾难，为着要预防悲剧重演，全台湾举办地震灾害推演，将可能拄到的灾害问题一个一个做讨论，而且将各单位的应变措施具体化，让大家拢面向的了解灾害发生时该安怎正确的应对。那透过今天整天的演练，我们希望说大家把这个一般假设的状况，各种状况都把它演练出来。那各单位将来如果真的遇到状况的时候，大家可以依照演练的情形去处置。会议当中，也阁有副总统吴敦义甲三管市地方首长做视讯，做意见的交换。吴副总统表示，人命抢救为第一优先，把握黄金急救时间，将受困的民众救出来。国军一向都是在救灾的非常重要的主力啊，还有现在卫福部，就以前卫生署跟各医院、医疗院所这些紧急这个医治病患的，这一定要随时保持联系啊。中央各相关的部会一定全力支援我们南投县的灾害这种抢救啊，跟这个人命还有民生的维持。透过这样的演练，我们希望说各单位都能够熟悉他能够做什么事。那也感谢我们今天的红十字会，还有感谢我们台电啊、自来水公司，还有中华电信这些单位来协助哈。因为民间的力量，或者是其他的团体的帮忙，大家一起哈，在南投县大家都是一体的，一起来合作，把整个工作能够做好。透过演练，我们可以来将来遇到状况的时候，大家可以不会手忙脚乱。所以感谢各单位的努力。台湾是一个地震发生频繁的所在。